花又开好了。其中有一首歌我们三个人都非常喜欢，叫做心还是热的，然后歌词很有意义，也很感动我们的心，然后鼓励着大家，就是说你只要心还是热的，你就什么都不怕了，一切都还是有希望。我们是 SHE， 我们在1月号爱女生等你哦。